沙山乡一年一度的高博尊嘉年华活动十五号要来登场。今年除了同款有这个高博尊的体验以外，还佫找来天鹅船坐镇，活动丰富多元。就惊天公伯啊无捧场，沙山乡长苏伟俊专工带着这个工作团队前往新港保安宫、阮阿保安宫佮庆安水道现场拜拜祈福。祈求活动会当圆满顺利。沙山乡公所这几年为了发展观光，推广地方特色水域活动，连续三年举办独木舟嘉年华，活动受到乡亲广大回响。今年除了会当体验到独木舟，阁找来天鹅船坐镇，活动丰富精彩。那么咱今年吼，伫个新历个六月十五，也就是即礼拜六，要来举办即个独木舟的嘉年华会。那么咱伫咱庆安江滨工业区的庆安水道，那么庆安水道是一个非常安定稳定的一个水域，所以真适合吼来办即个水上的一挂活动。那么嘛真感谢咱所有赞助的单位，啊嘛真感谢咱林庄议员吼，嘛对咱这個活动真关心，吼咱所有的乡亲时代有一个真好的去处甲休闲活动。啊，独木这个活动呢，会使讲甲咱沙山啊这个地点啊，甲行销出去，啊而且啊来结合咱这个工业区吼，啊来发展吼一部分的腹地吼。啊，来作为观光啊，以及啊活动使用啊，真感谢啊，这次吼啊，咱沙山公所以及啊，咱这个工业区吼啊，以及吼这赞助商吼的协助吼，来这个活动吼，会使来连续举办三年。这几天受到方面的影响，大雨落袂停。乡长苏伟俊特别带着工作团队前往新港保安宫、甲阮阿保安宫向妈祖无祈求，希望活动当天也当有好天气。因为最近吼是迄个梅雨季节，啊，咱嘛有甲咱这个妈祖宫啊来参拜，啊，希望咱妈祖吼啊以忠心面会当庇佑，哦，和咱当天的活动啊当天气稳定，哦啊风和日丽，哦大家哦会当尽情的来参与这个活动。沙山乡长苏伟俊表示，庆安水道的水位固定，生态资源丰富，非常适合发展水域活动。欢迎各地乡亲到庆安水道参加独木舟嘉年华，实在沙山在地特色风貌。中华新闻叶宏武沙山采访报道。